身边事事平安，或者事事暖洋洋。我那大家都是爱唱什么歌？甜蜜的爱情，甜蜜的爱情，甜蜜的爱情。啊哈！各位贵宾，各位丑八怪，大家好。哎呦，哎，你卖误会呢，我不是讲你丑八怪呢。人讲吼，丑八怪也有春天。咱人歹不要紧，但是咱的心肝无歹，有影无影，你讲。所以讲人讲，啊，你咪做事情，咱家要创啥？我跟你讲，即摆经济无好，我嘛足爱主持的，所以今日的新郎拜托我来，伊说我吼，这个刺青的，伊说跟你一个面哦，刺到我的烟斗的，刺到我像个潮汐品的偶像巨星的。好，那今日迎呢，大家拢足欢喜的哈，来欢迎咱的新郎吴文昌先生，捧上，鼓励一下。今日咱这世纪大婚礼诶，非常诶感谢大家来参加，啊，即大家都是新郎新娘诶好朋友，哈，啊，大家一定吼，足侪足侪祝福诶话要讲哦，啥物人要起来讲？啊，超哥 ，Q 我 Q 我，我要讲，我要讲，这朋友好起来，伊是来乱诶。嘿，我跟你讲哦，阮有一个规定哦，一定爱比新娘吼较歹才会起来，啊，若无吼，你就袂使起来讲话哦，啊，你照镜看卖啊，你会使拍几分啊？我当然比新娘搁较水几啊万倍，你是丑八怪。歹势，你无法度参加，因为你无合阮的规定，所以呢，欸，小姐，你请坐，请坐哈，哈，歹势，歹势，哈哈哈哈哈。哎，我要叫新郎。哎，今嘛袂当回起来，嘛是来乱的。哎，啊，恁仇人哪会这么多哈？啊，若安尼多，你搁发贴吧，给人要创啥？你敢足欠钱的哈？这位先生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定，你的难度吼比迄个查囡仔搁较悬，因为呢，你若要来起来台顶，你来引导吼，比迄个曹希平吼，迄个偶像吼，爱搁避开引导，才再起来讲话哦，啊，无你袂使起来哦，歹势。新娘，我贴物给我，就是希望咱得到我的祝福啊，所以我上台讲几句话，应该是不过分啊。我有这，各位。我就是新娘的情人，赵一凯。李兄，我还没讲，我还没讲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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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我的成功在头前，我上台哦，不是新娘讲，我比新娘搁较歹，我嘛不是要来给祝福，我是要来讲故事的，安尼敢袂用？敢袂是？笑够袂见笑？哦，芊芊。你发帖仔给我，就是希望会当得到我的祝福，所以我一定要顺你的意啊，让所有人知你的特别，让因知影这条婚礼的难点。无唔对，各位，我跟你讲哦，啊，这位潘倩倩小姐是金氏好媳妇，她好执着，好痴情，我真的很佩服她对爱的勇气。你敢知影伊活尔啊痴情？阮二兄要结婚的时阵，要甲别人结婚的时阵，伊雄雄走来，甲门拍开，哗！稍等一下，讲较简单的就是，伊甲阮二兄抢走，爱阮二兄甲伊结婚。大家讲看卖，这块查某倒位找啊？哎呦，那新娘那遐厉害，看袂出来。哎呦，那真有个性啦！啊是讲哦，伊甲阮二兄抢走了后，应该甲伊当作是男神咧拜，大家咧欣赏啊。恁看，阮二兄这尔啊缘投，体格这尔啊好，袂输敢若艺术品同款呢。安尼你犯规啦！你用安尼比较，安尼袂使哩啦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我嘛要试看卖，就我一个，就我一个，好好好。嗯，哎，各位，我是要甲恁讲哦，这位潘倩倩小姐头壳破去啊。放弃阮二兄这个艺术品，孙迪边啊，迄个黄文昌这个瑕疵品，大家讲，潘安娜，伊的头壳、伊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哎，真的呢，啊，放弃迄个帅哥，啊，算个丑八怪，嗯，足奇怪，哈哈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接。小蛋嘞，你不是人嘞！我跟你讲哦，精神阁比你可爱一万倍。我跟你讲，你是寄生虫，我是个只害虫。
我跟你讲，我比赛，明天你退去，丑八怪，我跟你讲，我行走江湖还能坐你，我看到一个比比啊，我只是比比啊，你爱不？你爱不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看到狮子我就生气，什么事事平安，我的事事乱了了。 臭八怪，爱做干不雅气吼，垃圾鬼太过分，不守规矩，更小气死人物啊！各位贵宾，歹势吼，咱今日老曹操闹归工，大家拢听嘛吼，咱嘛吼好散场，今日那个新人吼，大家好啊，伊伫看守所啦，过夜什么洞房花烛夜了，咱伫遮嘛，大家拢来休困啊，气死人 ，OK 哦，听哦，不敬礼，解散，气死啊！哎，我钱跟谁要啊？主持了半天了，没有钱啊，莫名其妙。